我相信任何人拢看袂惯是，后母欺负囡仔，恁若是甲人骂，都爱好好反省，毋是敢若泼妇共款，四界怪别人。你即摆是讲谁是泼妇？你安尼屁屁叫大细声，毋是泼妇是啥？唉，搁较安怎讲？我嘛是你的大嫂，你竟然敢骂我！ 爱我船长，你这大嫂，都爱看你是不是做会起，无我是倒位咧做袂起。敢若看你对小孩态度，都好像配嘴烂啦。虽然我到即马还袂看过你真正拍小孩，还毋过精神虐待是比拍到严重的。对啦，你嘛算是高级知识分子，当然袂像电视迄般的共款用拍用骂，你都用心理战。 敢若危害无害看妈妈，小孩都惊皮皮臭啊！请问你这个弃妇有啥物资格来告我？哎呦，啊你实在是毛够悲哀啦！翁婿去互小三抢去，你佫家己把船仔客都较大，去巴结小三的大姊。哦，你俩总讲安尼哦。 张秀芳，伊就会讲叫你，下趟做好姊妹啊！啊，国庆，伊就会安尼爱屋及乌，互你有机会加挽回吗？你毋是逐工做某壁鬼，甲阮偷听偷看？你无看着阮翁仔某规工黏做伙啊？较再讲，无尊严的人应该是你。还袂嫁入来，就伫街仔路烧金烧蛋。 卖书连体婴嘞，搁上报纸的社会版。无你即摆是羡慕，还是嫉妒啊？哼，我是替你庆幸，好佳哉去才有讲你是大哥的助理。因为进前哦，大哥捌甲酒店小姐传过绯闻，若是无写好清楚，看到的人一定认为讲你毋知影是倒一间酒店小姐。 黄燕飞，唉，是讲哦，我嘛感觉真奇怪，哪会这么拄好去有记者当着啊？你一个小小的助理，不过是一个 nobody， 那新闻哪会刚刚很大？敢讲是你甲记者斗好诶，挑工要摕这来甲大哥逼婚啊？哼，都骗我的学历甲姿色。 叫我的人就白过家啊！我哪有不是过火哦，拼性命来叫我，我哪有可能介意？敢若需要去逼婚？吼、哦？那安尼，哪会连一个像样婚礼都无？凊凊彩彩，脚板关的就过来，袂输敢跟人走的。啊！你是天神？你无看到我跑囡仔？ 好嘞，好嘞，乖，来，啊，这样很奶奶，乖呀，乖呀，哦哦哦，国庆，多谢你对这向你为我个疼爱，这嘛是应该做呀，谢这么多谢。 拄则看到你保护家己，保护静安，其实我真感动。很好笑啦，妈妈保护家己的囡仔，那是本能啊。
爸母保护亲生骨肉才是本能。金安不是你亲生，小豪不是大嫂亲生。啊，不过你会当把金安当作是家己的囡仔在疼惜，无参像大嫂安尼欺负小豪。虽然这是个人的来事啊，啊，不过看到无辜的囡仔去受苦，佮无法度斗相共，心内嘛真艰苦啊。你莫艰苦啦，我伫出来时间较侪，我尽量照顾小孩，不用心。多谢你。讲起来嘛真奇怪，我一点仔拢袂去想讲，正安是毋是我亲生的这个问题。我几天啊，干那烦恼伊巴肚会枵袂，干要去挂着，尿珠啊要换啊袂。你毋免照顾过别人，真正拢袂忝。照顾正安哦，我一点仔拢袂感觉忝。竟然喜欢小天使，伊若笑，我就感觉足欢喜的。伊给我足多温暖，嘛给我对未来充满希望。国庆，拄才伫楼骹，我听到你讲。我甲建安是你的太太甲囡仔，我心内真正就感动的，都亲像咱真正一家人。既然咱今嘛是建安的爸爸甲妈妈，咱就尽量要维持一个健全的家庭环境，无长久过安尼，逐天吵吵闹闹，啊若无，会去影响到伊的心中。今天吃完奶奶了，好棒哦！来，姐姐擦擦，擦姐姐哦。好热，对不对？来，妈把衣服脱掉。哎咻，衣服脱掉，我们来睡狗狗。好嘞，好嘞。哎呀，好热啊，对不对？乖。来。爸爸抱好不好？来，哎，上。简单，吃饱饱了，对不对？嗯，吃饱饱就睡狗狗啦。嗯，想要睡狗狗。轻轻听着喘气声，过一阵嘛，我就开始宣传我的唱片了，所以要拍拍头路，要先试掉。啊，因安是我最后一届听遐唱啊，所以我咧想，你若是有闲，最后一届，
啊，歹势啊！今日吼，阮全部人拢加班，袂用去听。阿斌，即摆应该在唱啊。 来讲，我的真心，你伫我的身躯边，才是幸福。我袂当失去你，咱永远莫分开，永远做伙。无论拄着什么代志，拢有共款。无论拄着什么代志，拢共款。 阿斌头是暗，伫个拍不出场，我就陪伊，一直到分手前。今仔日是最后一届伫个拍不唱歌，我若无去，我以后一直感觉遗憾。 是伫只露营啊！我冇记性啊，我是丁少啦。你那电话吼？哎，你是不是想要偷走出去，去听阿斌的赞美演唱会啊？就奇怪你，我感觉就袂管我，你管伊这是什么意思啊？那是因无了解，你敢伤不起啊？听歌尔是受什么伤啊？我可能让伊坐好无？哎呦，你甲冷静的好无啊？ 人阿斌这边叫我女朋友啊，只管期待啥？我无咧期待，我是把我家己当作一个小粉丝，去一日一晚嫁个乖秀尔。明明，伫这世间上，你唯一无得欺骗的，就是你家己。你是袂记得是不是？当初就是伊，伫你上需要的时阵，伊甲你放的，互你对爱情失去信心的。你即马。 就是对伊有感情，才想要找这个才重要啊！互相伤一届，迄是有希望；，两伤第二届哦，迄就是甲你讲。我知你是关心我，啊，毋过代志无你所想遐尔严重。我即摆真好，我嘛会当祝贺阿斌较小鱼。啊，毋过我有足侪回忆，拢是伫伊唱歌舞台顶发生的。伊今日最后一届唱歌呢，伊唱出来了后，就会为小舞台登上大舞台。 我今仔日去，想要甲我的爱情做一个完结的结束。你若是去，等到无得结束，会愈聊愈深啊。喂，你两个啊，这样子阿妈要起来门口在讲啥啦？妈，我好，这口明明哦，竟然想要落跑出去，去听阿斌演唱会，紧个动。啊，伊要去支持阿斌。真好啊，明明你紧去，阿无阿斌就唱煞呢。嘿妈，你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 安内过来去，是阿斌甲你欺负啊哈！哎呦，你莫后壁讲啦，我心痛啊啦，我较早袂晓看人，我毋只会误会阿斌无资格做遐囝婿，啊，毋过即马明明也是要甲阿斌做伙哦，哎，我硬想手赞成啦。你说啥？我说你啦。明明啊，这人肯定是咱妈妈。 玉娇女士啊，蛮无聊啊你，哎呦，
你妈安尼乱了无？唔通耽误你妹的时间啦。妹妹，你进去，阿妈甲你叫车无？你是不是要叫车再去花坑哦？莫伤害啦。哎，啊，伊真正爱阿边的，啊，我是只是去追求伊的真爱啊，我啥会害伊？恁两个真正拢起笑，我甲你讲，你袂用去哦。妹妹，你进去，你定爱去。妈，相信阿边绝对是你的幸福啦。一摆，你着好阿爸，唔通阁失去这段感情。去进去。嘿，妈，你即摆态度甲真正天差甲地呢，这一定有鬼。嘿，你袂用去哦。哎呦，你莫乱啊啦，你唔通阁破坏你妹姻缘，好唔？嘿，这句台词我嘴讲出来，真正就恐怖呢。谁恐怖？好啦好啦。那个弯呐，我卖去应该无？啊，你就丢啊啦！咪咪，你干嘛？你哪会这卖去啦？哎呦妈，卖跟他们面还啊！请你阿妈躺下困，天困吼，皮肤真系水吼，呀，我陪你来困，快点吼！啊，我困你嘛爱困啊，你卖这样打啦！敢讲我真正无应该去，啊，不过我若无去。可能将来就无机会再看到阿边啦。哎呀，先去再去讲啊。谢谢。接下来呢，我要带来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。这首歌呢，是要献给我心中的女孩。我想你们一定猜得到是哪一首歌。专属天使。没错。接下来我要带来这首歌曲是专属天使，但是呢，在唱这首歌以前，我有一些话想要说。我可以一直坚持的站在这个舞台上唱歌，就是因为有那个女孩，她陪着我一起追逐我的梦想。在我唱歌的时候，她在台下给我掌声；在我难过的时候，他替我加油打气，在我想要放弃的时候，他提醒我不要放弃我的梦想。在那个时候，他是我的勇气，他是我的一切。后来，他约了我跟他一起出门去旅行。我们一起手牵着手，走过了好多好多的风景。有一度，我为了要永远跟他在一起，曾经想过丢掉我手中这把吉他。但是因为他执着地守护着我们的爱情，还有我的梦想。所以因为他的执着，我承诺我永远不会放弃我对音乐的坚持。我也对他承诺，我会永远爱着他。只是他现在已经不在我的身边，但是我的音乐梦想却因为他走进我的生命中，而变得更加闪亮。所以，如果再能够重来一次，我想跟他说对不起。我也想要跟他说谢谢你，我永远爱你。所以今天，我要在这个舞台上，为他最后一次带来这首歌曲《专属天使》，谢谢。Thank you.
纤细善良，怎么让你为了我被碰伤？小小的手掌，厚厚的温暖，你总能填补我不安的夜晚。不敢想的梦想，过你的眼光，我才看见爱原来在前方。没有谁能把你抽离我身旁，你是我的专属天使，为我能独占。没有谁能取代你在心上，拥有一个专属天使，我哪里还需要别的愿望？哦，要不是你出现，我一定还在沉睡。哦，绝望的以为生命只有黑夜。天使永远也爱你。谢谢，谢谢大家，谢谢，谢谢。OK， 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长久以来对我的支持。我相信再见不会是一个终点，而是人生的另一个起点。我会继续加油的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你今天来啊？爱有始有终嘛。你出生的头一天我在，最后一天我也应该来啊。多谢，多谢你，多谢你，我要出专属天使。是我爱多谢你啊。在音乐这条路，你不要走遐尼久啊。咱莫阁讲遮客套话，阿伯，出事了后，才是全新的开始，你要继续好好打拼哦。嗯，你嘛是要好好保重。是讲有强最近好无？我甲伊真久无联络啊。其实我早就知影，你甲有强无咧交往。是明星哥甲我讲的，啊，不过我真正想无是安怎，迄当阵恁，迄个时阵，是阮妈甲因爸爸甲阮比较就爱，所以阮才讲好要做对方烟雾弹。啊，后来我不知影你跟小鱼咧交往啊，心内无啥欢喜，啊，又强就讲叫我跳过伊。因表演的时阵去，啊，当作是报复你。即摆想想的有够幼稚。要搁你生气哦？我是咧气我家己啊！迄当阵哪会遐尼戆？
我竟然无看出来你甲耀强是来骗我的。老实讲，我甲你分开了后，我都一直在等。虽然讲有一阵仔，我真正抓准讲你甲耀强咧交往啊，啊，不过我就是对你唔肯死心。天哪！你迄个时阵不是已经跟小鱼做伙啊？是阮妈为着要气恁妈，唔才安尼讲。我妈是真正足希望我会当跟小鱼做伙，啊，不过我就是一直唔答应，因为我真正无法度甲你放袂记。结果会对方啊？那恁你即马甲伊？我即马甲伊开始咧交往啊。啊，既然讲咧等我，想要最后可以接受伊啊。这下讲起来就复杂个啦，因为一届阮出车祸。啊！我差一点啊，就无性命。是小鱼，伊无顾伊家己的性命走来救我。啊！在伫个伊要无性命的时阵，伊敢若希望，假使阮会当平安无代志，我会当做伊男朋友，我们才会答应伊。所以我一直感觉我家己对伊有责任伫个。讲来讲去，咱就是有缘无分嘛。既然就安尼，嘛无啥物好怨叹啊。我祝福你。我嘛祝福你。啊，时间无早，我去等来。加油。好，好。妹妹啊，马去啦！看你生安尼水，等下陪我饮一杯就好啊。哎，从啥出发开啦？从啥出发开啦？你创啊？阿伯，要做手皮了不起哦？闪啦，无，卖讲我无客气哦。哎，较尊重的哦。闪啦！哎，你啊！阿伯。快走！今麦才到位，唔知影管会赴无？边哥唔知影唱啥无？快走！歹势，歹势。
病完怎无？啊？阿伯，你出什么受伤啊？是不是出专血人？你冲来当受伤啊？我不要紧啊。什么不要紧？这种危险你知影无？我该问当个安奶，有听着无？阿哥把胃受伤无？啊？阿哥把胃无？我听不要紧啊。你若是受伤啊，我一世人拢无法度原谅我家己。想到要甲卡扎同款，做完以后，我无法度控制我对你，Ben哥，恁两个，你别误会啊。阿斌是看我差一点火车弄着，见义勇为。你别客气啦，明仔你无代志。啊，你即马讲安怎？我无代志啊。啊，时间真暗啊，我先来转啊。哎，明明，我送你。唔免啦。你放心嘛，我家己当转去。时间无早，我先转来休困。啊，你手下加保佑啊。好，放心。明明，无安尼啦，我甲斌哥送你转去啊。真正唔免啦，我家己当坐车。拜拜，多谢你啊。斌哥，你敢玩喏？不要紧啦，这回去抹药啊就好啊啦。斌哥失恋啦，我管不住，看你最后一场驻唱。你是去三八啦？你是去跳钢管秀赚钱的？你还不是跳钢管来的？呀，来等啊！我爸爸的感情，就算更加怀念，我已经过去了。起来，人不爽快啊！好啦，都困未起，想要起来才坐坐咧。你烦恼什么代志啦？小孩的监护权哦，我管得要判落来啦。想到头壳咧疼，不管是判哦国徽啊，还是秀芳，我拢心肝内足艰苦的。我知啦，你是希望讲哦，小孩能住喺恁家。卖好秀芳带走，啊！不过我搁惊伊讲，伊若踮咧车，伊搁去互贝拉欺负，对无？是啊，我希望讲小豪吼，会当在林家安尼快快乐乐大汉。啊！不过你想着贝拉，哎呦我，你卖想遐济啦。不管小豪的监护权是要给什么人，伊永远是咱林家的子孙啊。对了。
食了这济回啊，为着这件代志啊，搁直直烦恼，实在有影。阿母啊，你心感动啊？我看明仔载吼，叫清儿带你去病院哦，国庆啊看一下啦。哎呦，免啦免啦，就感动尔呢，不要紧啦，免劳烦你。你有回啊呢？小花感冒哦，无水是袂用你啦。啊，若无政府那就讲哦，65岁以上的老大人哦，会用免费哦去注射个什么流感疫苗。我看你也是去予国庆啊看者，我较安心啦。哎呦，免啦，哎呀，这老大人个旧枕头啊，小感着你啊，困者就好啦。阿母，好啦好啦好啦，你无用几工啊，忝啊，去休困，你去休困。好啦。啊！你若不爽快，要紧甲我讲哦。好啦，我知啦，我知啦，你去。是毋是表示伊佮较早共款爱我，比爱伊家己较济？明哥也是佮较早共款，看到明明出代志，对啥物拢毋管啊。明明嘛是。知影边哥伊嘛唔伫咧拍唱最后一场，专工走去看伊。我想的无唔对，因两个人搁咧互相依赖。啊我咧，伊在边哥的心目中，我算啥？伊敢有真正把我当作是伊的女朋友？无对抗。我早就知影，只是我无想要去面对。我就想要甲较早同款，不管是拢伫明明身躯边保护伊，啊，不过即摆我已经无这资格啊。你是咧做啥？啊，册甲过身躯转向。啊，问你也唔应，啊，啥嘛同款，一入门就每个房间拢唔出来。你两是王健的两站哦？无啦，妈，你莫学朋友啦。啊，小鱼，小鱼，伊只是忝啊。你免甲我骗啦，小鱼个性我敢无了解。伊平常时啊做小可较忝，顿啊嘛是做好咧，才甲你照顾呢。莫讲你即摆手受伤，那有可能无出来甲你顾药啊？你是做什么代志，你爱生气，啊？妈，是我对不起小鱼啦，因为我看到明明有危险，我就无顾一切去救伊啊。到底发生什么代志啦？啊，拄只。明明有来听我唱歌，啊，我就看到一个人客咧欺负伊，我就走去替伊解围啊。啊，谁知影尾啊，伊差点啊去互车撞着，啊，我就总去救伊。啊，拄好小雨看到，啊，毋才误会啦。明明是来去泡泡听你唱歌。是不是老母叫伊去的？哦，因为伊知影你即摆。无啦，妈，你莫误会啦。即届是我家己去邀请明明来听的啦。啊，不过奇怪，你哪会感觉是伊妈叫伊去的啊？用头壳小想就知影。
因老母是咧现实够有出的呢，都是伊设计明明跟你拍广告的，啊，这刚刚就想好想胖啊，这个查某啊。我嘛是想无呢，啊，是安那最近明明伊妈妈一直制造机会，和我甲明明小赌啊。这有什么好奇怪？因老母就是一个势利的人啊，伊想啥无重要，重要是吼，你咧想啥？阿斌啊，妈妈问你，你是啥人男朋友？小鱼啊。小鱼吼，会记上好。啊，若记袂记了，记一遍。明早明三遍。小鱼是我的女朋友，安知无？妈，你莫提我压力好无啊？妈妈若无咧压力吼，你就叫天天啦，哈，你会袂记哩啦。早晚你会想到着小鱼啦。啊，查甫人拢同款啦，啊，得袂着就咧思思念念，你就是安尼啦，再叫明明去拍舞厅咧唱歌对无？无啦，我只是想讲，啊，今日是我最后一天伫拍舞唱歌，啊，就纪念意义的嘛，所以我才会邀请明明来听歌啊，就代志毋是你想的安尼啦。不管安怎啦，你就不用伤害小玉就对啦，小玉对你这样好。知啦，我知啦。知，应该也唔真唔怪。好啦，我是心甘情愿的啦，吼。上好你是心甘情愿。阿斌呐，妈妈会爱给你念是爱你好，我总是希望讲你结婚的对象跟你较适合的吧。人若爱你较济，你唔是较幸福，啊？好啦，妈妈要来困啦，你较早困的吼。药箱已经收收的。哦，知啦，妈晚安。这个怪客吼，一直要甲明明扫往那边啊，那阿边甲小鱼感情啊，早晚来去受到影响啊。我看吼，我甲阿边哦，搁较安嘞。这两个孩子咋看咋般配，是啊，可喜爷他们终究没缘在一块没。哎呀，人家林太太现在都不反对了呀。哎呦，因为他知道阿斌是我的儿子。要说这个林太太啊，这个人是好像就是有点势利眼哈。那李竹大姐说的一点都没错。那不过，假如这两个孩子有情人终成眷属。那也是挺好的事情啊，这件事我们是管不了了。就算林太太肯，那就要看看丽珠了，愿不愿意让这个明明跟阿边交往了。再说阿边他身边有小鱼，还有你看那个清水，硬生生把明明跟阿边找来合照，那丽珠一直以为是我找来的。哎呀，丽珠大姐有时候也是有点固执。你说那天拍照的时候，咱所有人看得清清楚楚，那两个孩子那样子，一看就是感情没放下嘛。对呀，对呀，这样子弄巧成拙，我看也好了，对不对？既然他们不能在一块，拍个照留作纪念也可以啊，对不对？你说分都分了，还拍照片留纪念嘞？哎呀，你啥意思？你拍照片留纪念？要不改天把你跟李珠大姐也拍一拍，你也留个当纪念。哎呀，老婆，你在说什么啊？哪壶不开你再提哪壶，没这档事啊！哎呀，逗你玩儿嘞，两年没那个胆。是。哎，李珠大姐，刚才俺两个还说你嘞。啊，说什么？哎，李珠啊。来来来，接着接着，来来来来来，我有重要代志要跟你讲。啊？哎，李珠大姐，你这表情不太好看，
你没啥事儿吧？我给你倒杯水啊！啊，不忙，我说完话就走了。喂，雷总啊，你是要讲啥呢？啊，来，来喝水，谢谢啊。我是不是当麻烦你阿婆，卖甲明明甲阿斌杀错队啊？我们没有啊。哎，那个李朱大姐，我看你误会了。刚才俺两个还在为这个事情说来说去，俺也怕你误会，说是俺两个安排的，真不是俺的意思。不是你的意思，好了，俺也都好了。李朱大姐，你到底在担心啥呀？其实我觉着明明这女孩挺好嘞。明明这女孩子是很好了，其实我也蛮喜欢她的。只是他跟我们阿斌呢不适合了。阿斌好不容易才答应跟小鱼交往，哎，如果他跟明明这样藕断丝连，一定会伤害到小鱼的。像那一天我们去拍那个婚纱广告，啊，小鱼看到了，啊，回去很难过，哎，我安慰他安慰了老半天呢。啊，昨天晚上他又知道明明去pub听阿斌唱歌，回来躲在房间里面哭得很伤心呢。这件事情哦，我不能不管。不是，小蛋，小蛋，我雷主啊，啊，你安尼讲来讲去，我看你是在维护小鱼呢，哈？你敢有在问阿斌的想法？哎，刚才再生说了这个，我大概听懂那个意思哈，是不是让他注意一下这个孩子的想法？对。李朱大姐，你看这谈恋爱的人嘛是阿斌，那阿斌咋想嘞？你知不知道啊？我当然清楚啊，孩子是我生的，我知道怎么做对阿斌是最好的嘛。只是阿斌还没有把心胸敞开去接受小鱼。啊，感情这种东西可以培养的嘛，时间一久，他就知道说小鱼比明明更适合他。不，雷主啊，这是你家己在想的呢。我你家己想了，那对就对。一日开始我就看阿斌哦，把小鱼当作是家己的小妹啊，同款。还佫有咧，你有咧看无？阿斌伫咧看明明，迄落眼神就无同款啊！哎，迄是阿斌，阿唔知影小鱼好嘛？哎呦，你家己心肝内知咧啦，对唔？根本阿斌无都甲小鱼安尼当作真真正正女朋友安尼第一个爱啊！阿唔过，阿斌答应要甲小鱼交往，就表示讲伊愿意试看卖啊！哎呦，雷主啊，你哪遐尼讲啊？人迄阿斌是伫友好你呢。啊！伊明知影你要甲伊两个杀作对，伊无要互你失望啊！伊才勉强伊家己哦，甲小鱼交往的啦。哈？感情是安尼？我也嘛想过这点呢。雷主啊，啊！你这款的做法就甲清水啊、尹某同款啊，为着家己的私心来干涉到尹仔的感情，你敢有法度体会到尹仔伊心内感觉？你怎么做个批评我哈？二十几年来，你敢捌一日一工做老板这银？你捌饲过伊、教养过伊无？你讲啥你呀？大姐，别激动嘛。对啦，我无尽着做老板的责任啦。你安那骂我拢无啥要紧哦。你家己想看卖，你甲阿斌相依为命这几十年来，阿斌所做的代志，拢先考虑到你，才考虑到伊家己呢。都参照顶摆出手面的代志啊！哎，都是惊你无法。行了，你少说两句吧。哎，大姐，有话好好说啊。回地头，阿斌的代志你都免管啦。假是我知我请的啦，我的代志啦。我是伫对不起你啦。要不这是两回事呢？咱这嘛是伫讨论安怎做才会当让阿斌上好诶。你无资格跟我讨论啦。无啦，你是伫犯啥啦？你真的犯呢？你行了，那两个人不要吵了。你吵啥嘞吵？这当着我的面儿啊，像老夫老妻争孩子一样，恁把我当哪儿了？李太太，真的很抱歉了，我没有尊重到你，我不是有意的了。我就有那句话，我希望哦，
我们就不要影响到阿斌就好了。打搅了。哎，不，哎，李叔大姐，李叔大姐。 小公会嘛较细声诶，啊，我无较大声，敢会听？敢袂较温柔诶？若是有人在厝，听到你安尼哦，搁去找甲阿嬷斗，你安尼，毋是要大家日子加艰苦诶？好啊，那恁晚以后回来时阵，拢莫讲话，毋着无代志啊？你若真正会当安尼哦，啊，厝内着平静啦，哈。恁过火啊！恁若袂过去，你带一个囝回来哈。 你是创啥哩？哦，小花书包在等，我看有一天你会把小花抓起来。我甲你警告，你若希望咱这间厝内底会当平静，你着管好你家己的代志就好啊，唔免遮尔低步，管住我遮来啦。一家人本来应该互相关心、互相提醒啊，大家住做伙，若是干那顾家己。 安尼，那有成一家啦。大哥，你讲对吧？哎，对啦，对啦，对啦。要唔讲吼，你若有啥物看袂做的吼，直接甲我讲，当面甲我批评指教，莫等阿嬷来吼，咱就要爆料。安尼哦，我该背来真感谢你。好，那有啥物问题？既然大哥拢安尼讲啦，以后我会尽量当面讲啦。 黄燕飞，你别太过分呐！拜托，一转就听你安尼大细声，别啦，啊，若有你踮咧厝哦，都不干那拢袂当清净啦。妈，是黄燕飞伊拄只。好啦，别啦，减讲两句啦。各位啊，欢迎进来，好，应该是看不出，跳去看卖。 这那有啥好看的啦？那小豪就讲哦，要缀我这个爸爸啦，这监护权绝对无可能改判的。哎，哎，你看，要来话呢？啥？电脑讲。 监护权要改判给张秀芳，那有可能的？哎，你有看唔到我啦？你讲，啊是啥物理由要改判啦？亲访社工表示，申请人的儿子林冠豪在表达意愿时，和其他亲子关系陈述内容有所冲突，其亏他可能违背真正意愿。 你也无相信小豪讲的话，那啥，安尼看起来你甲小豪教得真好，你完全袂晓讲白菜，你应该欢喜唔才对哦。黄燕飞，哦，哎，我是咧甲你胡闹呢，这歹势啊！你干啥呢？我走。 这证明啦，主要是讲咱这边啦，对小豪有家暴记录啦，所以才把监护人判好受。哈，啊，那唔都是大小孩？对啦，拢是你啦，我根本就不家暴啊！你若是给小豪告好势，莫好受伤，哪会去让误会啊？哇！ 这恐龙法官呐，什么都无，才能乌白乱判，我要上诉。对啦，一定要上诉啊！
大哥大嫂，就算你要上诉，妈遵守这个判决啊。啊，是先把小孩送去金大嫂遐照顾，无可能啊是先替小孩看行李。啊，这嘛要安怎啊？万一都已经破决了，暂时无法度啊。咱再搁找律师研究看卖。小豪，那真正有先往床倒转去，看是变怎就好啦。啊，小豪嘞？阿妈。小豪。阿静，我接行李箱一趟就离啊，我们去把玩具、衣服收一收，好不好？为什么要收东西？啊，因为你妈妈等下来接你，你以后要跟妈妈住了。爸爸，阿静说的是真的吗？真的了。你看，阿静没骗你吧？走，快点。江湖宽，花火秀风啦。但一声好啊，咱都爱来公妈遐跪啊。大嫂，林德，谢谢。阿弟开始安怎啊？很好啦，就昨跟阮同事去喊嘛，无说你跋倒。啊，你去医生看无？啊，就无啥物代志啊，小可闹着尔。哦，安尼就好。大嫂，你摕这是啥？这是小豪监护权的判决书。哦，结果嘞，小豪是判啥？希望啊，法院那边有结果啊是？啊，判了安怎？阿妈，我今天来上主要是希望你会当谅解，我甲郭辉争小豪监护权，我是想要保护小豪，希望伊会当在一个快乐环境大汉，我不是条件要甲伊争的。像你安尼直直讲。法官一定把小豪判给你，对不？阿妈，小豪只不过是搬来跟我做伙生活尔，伊永远拢是林家的子孙，我以后一定定来带小豪回来看你，请阿妈谅解。我嘛希望讲小豪会住喺林家，也毋过伊伫遐哦。无法度快快乐乐大汉，那时候阁会安尼直直照顾，唔知阁受着偌济委屈啦。我是唔甘小豪离开啦，不过看到贝拉安尼对待小豪，无甲当作亲生的囡仔直直照顾，我看到嘛真唔甘。阿舅妈。我哩判予你照顾，我是无意见啦。你也别乱啰讲，我也不欢喜。阿妈，哎，秀芳啊，你安尼爱上班，爱搁照顾小豪，啊，若以后临时哦，要请人安尼甲你照顾的时阵，你就带转来，阿母会替你顾。是啦，大嫂，阮卖场离小豪的学校嘛足近个，啊，可是讲你若是有啥物代志，无法度接伊，你再打电话给我，我去替你接。没关系，多谢你。虽然我甲国辉已经离婚啦，啊，不过你真就搁把我当作恁的亲人同款。
底是在讲啥？咱拢是亲人啊，咱做伙遐尼啊久啊。虽然吼，你甲国辉两个人离婚啊，也毋过，咱拢是一家伙啊，吼。妈，多谢。小豪已经搬给你啊，伊也别讲吼，为着两边安尼一个争来争去的干部官，冤家多济啦。对小豪来讲真好。是啊，大人小姐哦，啊囡仔夹在中，这对囡仔来讲哦，有影是一个真大的伤害哦。大嫂。安尼，你讲安生公什么时阵要去接小孩？有啊，我都打电话国辉，跟我带你过去接伊啊。哦，你讲要接小孩走，国辉也无讲啥。伊讲伊知影，啊就甲电话挂掉啊。伊敢唔只简单，都让小孩你带走？我伊拢搬落来啊，伊无遵守判决嘛袂用诶。我想哦，这真歹讲哦。是啊，大嫂，我想阿金弟的迄代志，可能就无法度遐尼顺利。我看安尼啦，我对你来去，万一因哦，若唔肯哦，你甲小豪查走，安尼一定会冤家路窄，我来去较好啊。即马过年要到啊，咱全省的卖场开始要办一挂促销活动，爱记啊，逐天爱清点商品库存，绝对袂用予客户买着瑕疵品，甚至是过期商品。董事长，请问敢够要补充的？即阵仔会较无用啊，大家辛苦啊，好，会议结束。你手是安怎？昨等青阳顶的时阵，无注意，迄个都歹两条，小可受伤尔，无代志。啊，着上班族闯红灯啊，总给你看伊回事嘞，嘛无叫警察来处理。哦，啊，有去有医生看无？有啦。拄则你家嘛讲啊，要挖你啊！这阵啊，大家会较辛苦，身体都还过好。若无刷了，咱公司家己的买个，还佫有协力厂商应收规大堆，身体会袂看紧，哈。我知影。这几天我也去巡视卖场，做一个突击检查，看免大家拢做标兵给我看。那你的行程敢安排好啊？我陪你来。唔免啦，总部遮还佫有真侪代志爱无用，你免陪我四界走来走去。啊，那无无，我请阿家陪你去。我就是无想要让人知影我是董事长，你让阿家跟在我边啊，是唔惊让人知哦？啊，不过就安尼决定啦。我若发现哦，卖场内底有甚物爱改进的所在，会叫我的特助甲你通知。我先倒来办公室。杜家，你拢听到啊？爱安怎处理，你应该知影。放心，我即摆甲董事长特助是好朋友，我会随时跟他保持联络，袂让你为夫出去的时阵拄到伊。我刷来，什么行程？啊，等者新美集团甲先进企业都要来甲你讲伟亚礼品的代志。
看完也莫去搞安排行程啊！我要伊明慧引导我水讲，先煞看明慧脚伤有较好。总经理，你真是为着明慧，拢无顾家己的身份，竟然这么坚持要去引导做水电工。哦，爱情的力量真是有够伟大啊！徐永嘉特助。你敢唔想要针对伟大的爱情写五千字的报告？无，就紧准备开会资料啦。是 ，Yes sir。小长嘞，啊，今老师要食啥才好嘞？啊，等一下要去卖场找王总经理啊，伫遐落来凊彩食就好啊。哦，安尼哦，啊，无我倒来食冰食汤果肉丸。哎、欸，明明，要替你外带无啊？你故意的？无法度啊，先去赶去一家办公室，脸上就写着“我有心事，请刁我”。安怎？是不是昨暗冰着冰食汤写好你的情书？即摆想到，心情阁乱糟糟啊！唔是，是我昨。你喏，今日有人甲你念，你甲我讲就好啊。无用的啦，哎，咱是普龙共三人组，我要听。明明就是无想要听你啰嗦，啥呐？哎，什么啰嗦？我是关心，你都唔知，这全世界上关心明明人就是我。当初跟阿斌私奔，迄个是靠我斗相共呢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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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甲伊讲，阿母咧先答应我，袂当讲东讲西。你放心，我绝对袂讲有话无话，安尼行个无？奶奶啊，你先坐较硬吼。嗯。哦。张，我去听阿斌唱歌。你有去？啊，结果要离开的时阵，发生一挂代志。阿爸为着要保护我，共相拍。后来我搁差一摆火车撞着，我家己安全走来救我。结果伊手也受伤啊。阿爸安尼用性命来保护你，你一定足感动的吼。我今麦心情足乱的，我规头壳想拢是昨下代志，这是毋表示我对伊够有感情啊？阿斌今麦有女朋友啊，你嘛是安尼对伊念念不忘。明明，我咧归去约阿斌出来，啊两个人当面甲代志讲清楚。约出来见面。嗯伊有女朋友诶，啊你敢好？啊你若无愿意哦，我嘛袂勉强你啊。啊，不过你家己爱想清楚，莫让家己痛苦落去。嗯。庭上，我可以发言吗？不准讲一寡有诶无诶。你放心嘛，咪咪，你讲真正无什么药啊变出来啊？你放心，我知影你一定反对，我无迄个拍算。谁讲我反对？我赞成啊！你赞成？啊，你之前不是反对两个人见面？哎呀，之前我也反对，我是惊明明对阿斌够期待，最后会受伤啊。不过拄则听明明安尼讲，迄个阿斌对明明敢若够有感情。
既然是安尼，就应该约出来，把话讲好清楚。那是西南要继续暧昧落去，对迄百万嘛无公平啊。啊，不过见着面，我唔知要讲啥。哎呀，见着面，你自然知要讲啥啦。你著家己考虑看卖。我甲你讲，感情上悲哀就是两个相爱的人无得做伙，啊，最后该做伙的人，算不是所爱迄个人啊。顾什么拢无，也毋管戆大哦，上济啊，我著甲我戆大借互你，毋管结局是好也是歹，我拢希望你有遐勇气去面对。爸，啊，时间差不多啊，我先来出门啊。恭喜高丽，拜拜。拜拜。真是啊，斌哥，我嘛有给煮好的，等来吃哦。阿斌，明暗七点，跟你约在中山路的咖啡厅，我有代志想要问你。是跟咱两个人有关系的代志啊！阿英若无出现，我就知影你的答案嘛。哎呦，哇，有够香的呢！哎，小鱼啊，你透早食这敢袂伤补啊？哈，袂啦，天气冷嘛，食这对身体较好啦。哦，谢谢哦。对啦，斌哥。嗯。英啊，你敢唔要去开客运车？无啊，安怎？你要用啊？斌哥今晚无代志，伊若是看到简讯，一定会去找明明。伊两个人若是搁见面，敢会重新做伙？哦，煮个饭逛逛嘞，这个天才寒吼，食麻油鸡拄拄啊好。妈，别说你嘞，这麻油鸡吼热量足悬嘞，你最近不是要减肥，啊吃少的哈，吼。你卖加亏好无？我用品会用的无？几点让你吃？哎呦，别可怜啦，啊无我这肉吃了吼，啊骨头给你割。哦，没大没小，你足友好的嘞吼。小雨啊，哎，小雨，啊，姐啊，来，林汤。啊，你是安怎啦？啊，规人细心细心。无啦。啊，斌哥，嗯，伊妈敢会用陪我去病院复诊？哦，当然会用的呀。你脚是有点像受伤的。阿斌。啊。是妈遵命哈。诶，小玉，你敢挂号啊？阿伯。哦，阿伯，我替你挂号好啊。哎呦，诶，阿伯手机啊嘞？手机你都拍无去哦。你奇怪诶，我拄则出来喝茶诶时阵，啊手机就放咧遐啊。哦，免讲免讲，我敲电话，你电话响，你就知放伫倒啊。哎，紧紧紧。天啊，斌哥。我头拄仔看到你的手机放伫个灶骹啦，我去摕。哦，小鱼谢谢哈。哎呦，少年人记性真歹，我看后摆吼，你用一个锁啊、手机啊、钱包啊、锁匙拢甲扛起来，挂咧阿妈棍，安尼都袂看见。
妈，你是有啥物资格讲我？哎，顶摆是想出门的时阵吼，袂记关瓦斯，啊，搁赶转来把瓦斯关掉，哈。我感冒，我记忆较歹，那咧较早遐无欢喜伤心的代志哦，我特别定来去想着，你捌无？哦。谢谢啦，哦，我记你真足歹，啊，我替你打电话哈。哦，免啊，我去房间用电脑网络挂号就好啊。哦。啊，雷主姐，边个恁豆豆阿姐，我昨晚无睏好，我先入去休困。一定是有着你甲明明代志的伤心啊！哎，拜托的，我甲明明早就已经不是男女朋友，还是小雨想太多啊啦。啊，逐摆若讲到明明哦，阿斌的表情都是这么的无奈，敢讲就像是阿元讲的安尼，阿斌会甲小云斗阵。当中是因为我，其实的心内对明明也够有感情。阿斌啊，妈妈问你了。哎，等一下，你若是要问感情的问题吼，我拒绝回答。啊，你还知我要问这個？妈，我是你的后生呢，你一个眼神吼，我就知影你的心内是在想啥。阿玲，我问你，啊，你感觉这啥款？袂歹啊，祝贺你咩？我唔是讲麻油鸡，我是讲煮麻油鸡这个人。你当初会跟伊做伙，你敢是真心的？嗯，啊，你唔讲话，是你跟伊无感情，啊，还是你无姻缘呀？我唔讲话，是我知影吼，这个麻油鸡爱炭烧食才好食啦。我唔是跟你开玩笑的呢。我嘛不跟你开玩笑。我知影小鱼对我足好的，啊天气热的时阵，伊就煮绿豆汤；啊天气冷的时阵哦，伊就会煮麻油鸡。啊，静静哥为着我受伤，一点仔怨言拢无。妈，这我拢知影啦。所以你对伊敢若温情，并无感情。唔是啦，我知影伊这汤是我煮的，我嘛唔敢看伊冷去啊。阿斌，妈妈问你，你是唔是为了我，才变叫你家己跟小鱼做伙？咱母仔相依为命，啊，未来的新妇也是跟你感情好，我嘛较放心嘛。你真实是为了我？哎呦，卖阁讲啦，来啦，你先吃吼。我来去洗碗，好，来先吃。阿伯。你会甲妈妈讲你心内真正想法好无？你是不是自头到尾爱的人就是明明尔？就那你讲的，妈妈一个眼神，你就知影我要讲啥。今麦看你这个表情。妈妈已经都清楚的啊，妈。阿斌啊，卡叔哦，你若真是把我头前卡早感情放袂记哩，安尼你就去面对，好好啊去处理。不过，你得要甲小英哦，好好安顿好势。啊，千千万万唔当去伤害伊，哈。
哎呦，你是在讲啥啦？莫想遐济啦，妈。妈妈是真正足介意小玉这查某囡仔，啊，不过你若真实是为了妈妈，才勉强家己来选择小玉。啊，恁两个若是结婚咯，你妈袂幸福。我知啦，你先去吃啦吼。这麻油鸡我讲过啊，这就太小只才好吃，好不好？你先吃吼，你偷偷吃，我去洗碗，好。袂当来看恁啊！搁再讲，恁搁有正安会当陪恁佚佗，看较开的啦。哎，小，你也会记哦，甲你妈妈讲，定定带伊转来看阿公阿妈，知无？啊，阿小，物件拢穿好啊。小啊，来来，大家，我阿公坐下。阿公会出心理人生，嗯，爱定转来看阿公，啊。小豪，妈妈，你敢真正要转去跟你妈妈住？阿公阿妈这小你敢不知？小豪，妈妈唔甘你啦，你是安怎要离开阿妈？小豪，你讲啊。小豪想要对妈妈是正常的，唔免安尼问伊啦。迈开门啦！高辉啊，你甲我开门，你试看卖哦。袂啦，我看你开好啦。什么人拢不准开门，我入来啦。无啦妈，你安尼无效啦。啊，我不管啦。我去开啦。哎，杨辉啊！阿妈，我，阿诺啊，我要我阿弟来了，那遐我再来开门啊。无啦，阿母。妈妈，你坐啦，坐啦，无。小王啊，是安怎你要请阿妈来吃？你是惊我无要甲小豪交你是？我无。是安怎你永远无得信任我？离婚证据啥哩？即摆嘛同款，你敢知？这就是你甲我上大的问题。是我家己要来的啦，唔是小王叫我来的啦。坐啦。阿妈，唔免伊开嘴啦。伊刚刚挂心机啊，使拢你缀伊来。伊哦，我太了解。高辉啊，你若遐尔啊了解秀芳吼，恁早都袂离婚啦。人若会当安尼互相了解吼，就会当包容对方。因为哦，不管安怎包容伊，伊就是无得包容我。你到这阵你也袂晓检讨，什么代志拢安尼拌拌互人，你无进步呢。小芳，甲小豪刷转去。我不要你甲小豪吵走啦。外娇啊，法院已经判予秀芳安尼，你哪会用霸占掉咧啦？阿母啊，秀芳若真个爱囡仔吼，叫伊家己去生一个啦，伊哪就要甲我抢小豪啦？你太会安尼讲啦，你叫伊家己去生一个，哦，安尼小豪都毋是秀芳个囡仔咯。外娇啊，母啊都安尼讲啊，你甲小豪交予秀芳啊？我想办法要甲孙头落来，啊！你替外人咧讲话，你对唔对啊？我哪替外人咧讲话啦？看伊都安尼判，你要哪会饶伊啦？我管啊！爸，
伊根本就无认真照顾小豪，伊在报复我，甲伊离婚啦。林国辉，我从来都无想过要报复你。甲你离婚对我来讲，等于是一种解脱。我要甲你做小豪，完全拢是因为阿小华来照顾伊才是上好的。像我伫遮，有阿公、有阿妈、有爸爸，有这么多人伫顾伊，敢会输你一个人哦？好，你卖冤啊啦，阿娇。你若要我亲像之前咱厝房拍卖同款哦，啊无十万的通知，结果予警察咧强制执行，足歹看的呢。阿母啊，我拜托，你替我甲小凤求情，叫伊卖甲囡仔创造好。嗯，你倒来咧求我？应该甲你去求伊，毋才对啊。我知影，妈过去对你有较强过啦，我给你回信的啦。你现在一人在外口生活，我搁爱上班。啊，万一你若有代志的时阵哦，是想要替你照顾小豪啦。我拜托你，你甲小豪头点要遮大，安尼你嘛较无遐尼大压力啦。啊！阮大家有这么多人替你照顾小豪，安尼你心较轻松，你讲安尼对？啊！不过焕英已经安尼拍过啦，焕英的代志，迄是一回事啊！啊，咱私底下大家协调好势，啊，都无问题啊。妈，你以前若是对小凤较好诶。无的确，今日阁有参详的所在。我阿哩前几工啊，阁伫骂伊，即摆官司输啊，才伫路软用球的。伊哪有可能相信讲你是真心要替伊照顾小豪？我，嘿呐嘿呐，我承认，我较早对小芳的要求有影有较侪啦。我希望大家。侬还当照快路行，莫甲互相为难啦。小凤啊，就算讲你过去对我有啥物怨言，不过你嘛知影，阮真是足疼小豪的啦。你莫甲小豪吵吵吼，你真正要让我分开，你要让我伤心。当初你甲阮爸囝听分开的时阵，你敢有想过我另外伤心？水啊，我叫啊，
小豪让秀芳带走。小豪是秀芳的囝，一定会好好疼惜伊，你免烦恼啦，哈。知啊。咱来去。阿妈再见。拢无得代替伊妈妈。不过再讲上大的问题啊，是咱家有一个无爱心的人，你该苦读，伊当然就要离开啊。黄燕飞，你是不是超工要甲这个拢送到我家来？哎，我唔是要甲这个送到你遐去呢，我是判决书顶面写甲清清楚楚啊。法官会甲监护权定给秀芳，都是因为你对小豪家暴啊！你想要我甲你讲几解？我无对小豪家暴。你无想替我解释啊？无你去告我，请法官还你一清白。对啦，就是。你安尼是咧创啥？创啥？你有囡仔的人呢？你要搁娶？你目睭还看清楚？哈？人爸嘛无要紧，你嘛要娶一个小囡仔的，娶一个倒来偷渡恁家的查某。妈，为什么恁大家拢敢会遐相信燕飞讲的话？你敢拢看袂出來，伊是超工在诬赖我的？不，哎，别啦，别！哎，我你，别啦！我叫你，你别让人对别啦动手啦！哼，伊就咧对小豪家暴，我甲杀者是安怎？我无管伊出去就讲好啊啦！哎。妈，别遐尼生气啊！我先去房间。喂，慢慢来讲啊，讲清楚啦。啊？要哪有可能啦？啊，大公拢遐尼侪组人客来看厝咧，哪会拢走去别位看厝？你想拢走去倒位去啊？哎呀，好啦好啦，你去探听看卖咧，我随看过来哈。好。哎，安怎啦？啊是走倒位啊买，啊是有几组人走啦？麻烦代志一件一件拢来啊啦，先现在再讲啦，行。哦。你这个人卡黑，你看好人嘛，好人长卡，拢袂晓为我。我真正是目睭睇袂。通安尼啦，拜托的，大家都看到小豪叫张秀芳带走啊，心情足艰苦的，讲恁两句话，恁莫藏在心肝内啦，啊。讲，应该是用讲的。我为着小豪的监护权，安尼走无偌久啊。我光把监护权判给张秀芳，我是有啥物办法？这段时间，我尽心尽力在照顾小豪，结果嘞，恁家的人唔呐无感谢我，都敢会遐骂我，尤其是恁妈，伊去出手骂我。哎呦，阿母妈就是安尼啦。现在发发咧无代志，搁卡那讲，伊嘛一时生气啊，而且吼，伊是甲你杀一个，也毋是甲你拍，你啦。讲啊，
无安怎才算是拍？我是到即摆，搁认为我互骂互拍，拢是应该。林国辉，你连保护家己太太的能力拢无，干人做啥物机关？搁有啥物资格为民喉舌啊？你根本就无路用。你讲话较做严哦，家己做唔到这么多代志哦，搁无好好检讨，把所有的责任都甩甩为我家来哦。我所做的代志，倒一件不是为着你，为着林家。我唯一做错的代志，都是嫁予你啦。你是不是讲唔对啊？是你硬要嫁予我呢？林国辉，我当初替你邮票，替你处理代志的时阵，你还学到我敖，学到我欠卡，安怎？即摆嘞，除了公司以外的代志，伫咧厝内，我啥物拢毋是啊！哈，若要请助理哦，我凊彩请就有啊，敲一通电话，百外就来啦。那安尼，你就另请高明。以后你服务处哦，若有遇到啥物款的问题，甲麻烦，我是绝对无可能去甲你斗相共的。还佫有，你若感觉你娶我是一个错误，袂要紧，咱即摆就随人行。是的啦，冤家无好话，我唔是迄意思，我直接甲你下死咧好唔？是的，歹势，我唔对，歹势啦。叔叔讲你无迄个意思，啊，恁家的人嘛，感觉是安尼想啊。哎呦，因咧想啥？你管因咧，我嘛就是安尼啦。小可代志咧匹配叫，你看恁来啦，吼。我即马总算了解林家的新妇不好做，无怪张秀芳也跟你离婚。哦，你讲到张秀芳就要创啥啦？伊是要安怎跟你比啊？我知影我比伊好一百倍。不过，我已经做到安尼啊，感觉去和香港无一块好。好啦好啦，早晚哦，我厝内人会知影你的好啦，哦。什么时阵啊？我这种做到老干，去和香港老烂的日子，是够要维持偌久啊？那有需要偌久？只要你哦，赶紧有心。替阮林家生一个宝贝金孙，阮妈就甲你捧在手头，对你真好真好啊！你莫看我啦，我拄只来叫马家臭头尔，我无迄个心情。张秀芳，你害我伫个林家日子这么歹过。我绝对袂帮你耍。啊，咱基地对面嘛在推建啊，那拢无人知影啊。因顶礼拜哦才开始预售，而且接待中心不离这附近，所以大家拢无注意到啊。顶礼拜开始预售，就找咱遐来找客户呢。你莫唔知真正原因，凊彩塞一个理由好啊！董事长，我讲的拢是真的。虽然讲因开价销跟咱差不多，也毋过我听讲因开价销较好讲，成交价嘛比咱低真济。啊是低偌济？超过一成。买厝毋是干呐看价销，咱看咱建南的客户拢真注重品质。这间建设公司叫什么名我都唔知影，客户要哪有可能去看因的厝啦？
听讲这建设公司哦，只是改名尔，因进一寡建案哦，起啊袂歹呢。这间公司叫啥名啦？我还袂问着啊。啊，唔紧去问。啊，是是是，马上去，马上去。快些快些。金姐，大兴啊，你看，咋了？发这么大火呀？坐吧，坐，来坐。坐。对。就是我们这个基地对面啊，哎，这有别的公司也推了一个建案，而且价钱呢比我们低很多。我在想说什么样的公司啊，推什么建案，我们从来没发现过，名字叫什么也不知道，你说我不生气吗？就是他们卖的价钱比我们低啊，这怎么可能呢？啊，当初时这块土地是没有被人家看好的呢。而且我们取得土地的成本啊，比周边建案成本来的低啊。他们怎么有办法用价钱来跟我们竞争呢？这一点我还正在查呢。说不定这是个骗局啦！啊，用低价钱抢客户，啊，预收款收一收，房子不盖就跑了。啊，这种没良心建商很多。没良心的奸商啊！啊，这句话为恁两个嘴讲出来，敢袂真好笑啊？哈哈哈！哈哈！这是啊，这人无重要。王金波啊，你若来买厝就请坐，啊，无就请你离开。哎，免客气啦，我家己来。我是看你哦。为了恁对面迄个建案，四界叫人去探听，还探听无消息，啊，毋则想讲哦，我家己过来甲你解说，互你知影，你是拜李相的手头，哦。哈哈哈！你要哪知影我叫人来探听？你讲呢？嗯？哈哈哈！原来你就是对面的建商哦。我唔对，就是我。到底是超工，你要跟我作对呀？你认识谁呀？他超啥了他？哎，青春兄，你莫生气嘛！你袂晓怪我，你若乖乖跟恁阿兄去种芭乐吼，我自然就放你耍。好，要若无，乎你搁爬起来吼，你一定会扣分，会对我不利，对不？将军，没事。哎，拍谁哈？这位先生，你可不可以想得消声一点？临走嘛，对这种噪音啊，有点敏感，不好意思啊。嗯，看起来消息真正无唔对，甲林清水合作的大陆股东目顾真勇。请问一下，你们就是跟林清水合作的大陆股东是不是？我是台湾人。啊？大陆咋了？哦，哼，林总嘛就是从大陆来的。啊，不要紧不要紧，拍谁啊？我讲唔对伊啦，我是讲恁是为大陆转来台湾股东啦，啊？不过吼，这位女士，我考劝你吼，你若是甲林清水合作吼，你得特别小心吼。伊这人哦，心肝有够大个啦，随时拢会为着钱吼，翻头转来家里哦，哦。快些啦！你跟我头头讲，我详细背啊。这人有病吧他？清水啊，我咧看你甲这个人口角真深呢，啊，伊像啊。我等下头头甲你讲啊。
喝吧喝吧，来，进去。所以我说啊，这钱谁不想赚，是不是？但是我不能为了这么一点点的利益，就害我自己母亲被人家指责。所以到最后，我还是拒绝这个王景虎跟他合作，改这个灵骨塔。可是你知道吗？没多久，我哥哥的拔蜡园被人放火烧了。 王景虎还真去招人放火了，哎呦，当然是真的啊！哎呦，这人间就是个土匪嘛他！哦，比土匪更土匪哦！哦，安尼唔多好噶，在恁后生也可以当机关连任的吼，啊那无，以后我们再被逼下面出头啊！讲不话，你大汉后生哦，我几百岁了，卖讲就伊了，来来，就你们去啊！来来来来。 我想我们还是主要研究一下，怎么样提高我们这个销售的业绩啊？我也不知道两位有什么想法没有？哎，我要请罪啊！那你不是你的想法想好了再通知我们了啊？行啊，我当然有想法了，那么麻烦请听看你们什么意见呐？哦，啊，讲来听看卖咧啊！啊，我是觉得这样的，就是我们第一期这个建案，这个。 大平数的四房，跟这个小平数两房，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房型。但是目前呢，在销售上面就出现了明显的落差。但是这一点呢，也让我们确定了以后的市场的方向。所以我觉得我们在第二期这个建案呢，我们就要通通改为第一期这种热销的四房的形态推出来，一定会很成功。哎，不不不，秦秦秦秦醉啊！ 你光说这个第二期的计划根本现在目前这个问题都没有解决嘛啊？嗯，对啊，你说这第一期买了一板还没买完嘞，你就谈第二期的事情，那总不能把那房子放到那儿不管吧？不不不，这个我有想法的啊，这我们就成立一家这个物业公司，啊，把这个剩下的这个房子我们做一个统一的管理规划，然后我们可以出租，这样子呢？ 我们就不会被这个问题给绑住了。我们要抓住市场方向，要乘胜追击，这才是重点。啊，金醉啊，照你这么说，你还是没有办法把这个销售问题解决吧？有，我刚刚讲的就是办法呀。嗯，你刚才讲的就是你的办法，把房子放在那儿不管，那就是办法。我没不管啊，我刚刚说了，我们成立一家这个物业管理公司啊。 我觉得重点是要放在分析市场，掌握商机。厉先生啊，我个人没有办法赞同你的这个想法。我觉得咱做事嘞，就应该按部就班，一件事情一件事情完成好了，再来规划未来的事情。再生，有，你觉着嘞？哎，对对对呀，一个计划一个计划，要慢慢的来啊。 这个掌握时机相当重要，不过秦醉啊，这个第一期建案热销的房型呢，并不保证说第二期是会卖得很好的。既然这个销售有问题了，这麻烦是很大的。我来，我这么意思是讲吼，那目前这个问题也无解决，我看这第二期这个计划吼，你刚才佫讲啊。 来来来，看起来在兴林的阿莫对秦醉嘛是百分之百信任的。嗯，这一点是因为大概要搁是外人的关系。那这样的话，我先叫人分析王景虎那边的建案，啊，看看他那边的优缺点，然后再针对我们这个建案的优点。 加强的宣传啊，然后我们再看看接下来下一步我们要怎么做。啊，那我们就这么做好了，好吧？哎，那我们的代言人是不是再配合一下来办个什么活动啊？啊，这个事情呢，我觉着要等阿白的这个唱片宣传计划出来以后，根据他的行程安排再来决定。啊啊，我是想哦。
啊，能做的就先做嘛。啊，比如说啊，办一个什么摸彩啊，还是亲子活动啊，啊，就请阿边跟明明一起来主持。我想多少还是可以宣传这个，吸引一点人潮嘛，吼。对对，没有，哎，林太太，今天你主要有来找我吼。伊知影讲你一直找机会啊，要和明明甲到阿边好好咧。也唔过，伊无希望你安尼做呢。我再讲阿边啊，即马有小鱼这女朋友伫啊。啊，不过你嘛是爱看阿边心内伊爱是啥啊？哎呀，有些事情嘞，还是让孩子们自己去解决吧。阿边到底最后选择谁，那是他自己的事情。我觉着咱做长辈嘞，就不要再掺和进去了。可是我这个泽兴啊，放心啦，我乃尊重你主的想法啊。啊，像顶个迄摄影棚那样的事情，以后不会再发生。哎呀，好啦好啦，多谢你多谢，希望你也当体谅啦。好，来来来，感谢感谢哈。来，有菜有菜，来来来来来。这虾挺好的，老板。你喜欢吃的海鲜吗？这个虾到台湾就是吃海鲜。哎，这个虾啊，再来吃这个吃个鸡鸡，吃个鸡。来来来来来，哎呀，给你啊！谢谢谢谢。嗯，来来来来，好不好哈？好。你那个妈妈亲自下厨，这么要一家好不好？好。来，我给你点菜，什么叫虾？虾仁烘蛋。虾仁烘蛋哦，阿狗虾。狮子头。妈妈，我照顾照顾无食你做的狮子头啊。小豪啊，细汉时阵上爱食妈妈煮的红烧狮子头，啊，你阵有看讲，哎，狮子头哦，甲你拳头同款遐尼大。所以你就改叫做石头，所以在别人准备夹狮子头的时候，就比点石头出来。啊，不过今麦小豪越来越大汉啊，哎，妈妈煮的狮子头，现在越来越大粒了。妈妈，到较大汉时阵，是不是狮子头会越做越大颗？对呀、啊，要跟小豪一样，长大了就会。慢慢的，慢慢的，慢慢的，越来越大颗。妈妈，当我跟爸爸赶快大的时阵，狮子头是不是会这么大颗？妈妈，我是不是不用回去跟爸爸住了？对啊，小豪从现在开始就跟妈妈一起住。永远都不用再回去了，真的吗？那来打个勾。来，等。嗯。耶，我的。好，妈妈晚上煮红烧狮子头。好。小豪，跟妈妈在一起这么开心啊？阿静，妈妈说晚上要煮狮子头给我吃。燕飞，多谢你。那我咧到三江，我嘛无法度接顺利去的小孩节目去。你莫安尼讲，我安尼做是为了家己。我嘛希望你甲佩奇会当小豪，小豪，你是不是食饼干？安尼来，你可以给我整一只。啊，准备被三妈妈开来看。好，好，拜拜啊，哈。你放心啦，我答应你的代志，我一定会做个到。我只不过想要知影，静安过得好不？我甲国庆拢真疼惜静安，阮两个人感情，嘛因为静安关系慢慢恢复啊。安尼真好啊，希望你当好我珍惜，嘛希望你一定好我照顾静安。我失去过一件物件，
我袂欢喜去第二界。啊，那建安，你做你放心嘛，你是我小天使，我一定甲小妹妹。黄燕飞，替我抓到哈！恁两个人根本就串通好来设计我。开迄一时，寒冬渐渐变春天。